嗨，大家好，我是 MB 大熊 Much Bear。今天看到大眼仔，就知道我要开箱什么东西了吧？之前啊，上一次开的是毛怪，好可爱。那这一次我们要开的就是他的好伙伴要一起进来喽，在这里。那我们就快点拆开吧。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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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目前本体的状况，长这样。它的配件看起来跟毛怪一样超豪华的，因为它也是豪华版的啊、哦。这个两只他们都有分豪华版跟一般版。哇、哦，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哇，这个眼睛前面有一个透明的罩子罩着，超 Q 的。它还有附送一只阿布，小小的阿布。阿布，它还有附上一个阿布的底座耶，像这样把它背后塞住以后，就有这个小小的底座了，这样它就可以站着了。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送的配件有哪些吧。它的配件呢，有门，这个门啊，跟上一次的门是不一样的。上一次的门是破裂的，破掉的门，这一次的门是完整的门哦。这一次里面居然还有可以放在大眼仔头上的帽帽、哦。还有这个可以装在他身上的，有点帅。之前就是看到阿布很害怕的时候，会拿着杀虫剂对他喷，就是这个。他还有附送一个奇怪的蛙鞋。阿布他原本的脸是笑得很开心的脸，他里面还有附上一个阿布的脸可以换刘海拔掉。哦，这里好小哦。他的脸是可以换的，他附送了一个阿布伤心表情的脸，也超 Q 的。阿布的手是可以前后摆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动度，大眼仔的可动度就比较多了。他的可动度呢，就是跟毛怪很像，就是有一个圆球关节可以这样摆动。不过他的关节比较，他的手比较细，所以会让人比较担心说他的关节会断掉。脚也是，脚是可以旋转以后做出。转动的，可以变得超级猎奇。不要了，那我们来拆开一下大眼仔的脸好了，因为他有附送了一个现在还没装上去的时候看起来超级猎奇的脸，惊恐的脸。然后它里面啊也是做可动的，这里有一个可动的关节，不要这样。活灵活现的转动眼，其实有点可怕，因为这眼睛做的有点像真的。有点吓人，虽然这个眼睛也是哦，它这个眼睛是整个这样子压出来，靠，有点可怕。它拆下来就直接一颗眼珠子啊，里面也长得很猎奇耶，它居然是空心成这样，应该要做一点点实心，让它有点重量吧。可能是考虑到说它有重量的话会不好装支架或之类的，所以就做成这样。它的惊讶表情装上去以后很可爱呢。原本刚刚这个表情还没装上去的时候很超可怕的，又装上去又变得超可爱。他除了给了这个张开的手以外，他还要给这个有点像是拿东西的手。我拿到这只好像有点瑕疵哎。他这个手的部分刚刚一拿起来的时候是很小的零件，这里它前端就掉了。那我可能会考虑晚一点用强力胶还是用模型胶什么的把它给点上去粘好吧。因为这个样子太容易掉，我觉得它很容易脱落消失。另外这一只倒是粘得很死，不会掉。我刚敲了一下，几乎都不会掉。哇，瑕疵呢？它里面还附送了凹起来的手，手有点折起来的样子。另外这边这一个凹起来的手，配件有点小可惜，不过还好它的这些特殊零件配件还蛮多的。所以就配起来很可爱，我来装上去给大家看看好了。老天啊，想尽办法终于把它装好了。我的大眼仔变装完毕。哦，他的这里手的这里，因为有点太细了，所以在想要塞关节进去帮他换的时候，如果有想要买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因为他手太细，这个部分真的超难塞的，很危险。这里的关节跟其他的手的塞的不一样，因为其他的手是给这一种。凹一个洞进去的，可是它这个的是给凸出来的，所以就特别就是这两只手只有各给一个，所以呢建议就是装了以后
不要再拆掉了，直接就是如果要拔起来是整个手拔起来做收纳，不要再把它拆开了，这好危险，我刚刚吓坏了，觉得超危险。因为上一次毛怪的关系，这一只有可以讲的东西比较少一点点，就是顶多就是眼睛这里有点可怕的眼珠子，超惊悚。那这一次的开箱就到这边，等一下我后面会放这一次开大眼仔，然后跟毛怪一起拍的合照，因为他们终于团圆了。等一下大家就欣赏一下我拍的照片喽。这一只，以我的感觉来说，如果不是真的热爱他们的粉丝的话，真的有待考虑，因为价格真的不便宜。以粘土人来说，这一只的配件没有到很多，可玩度也没有到非常的高，而且缺点是它没办法跟其他人换脸、跟换头发、换身体啊，因为这两只都算是比较特殊规格，跟一般的粘土人的规格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就只是纯粹就是我真的很爱他们两个，所以才收藏的。如果看了我的影片有想要买的朋友啊，可以再等一下看完我的照片之后再来考虑要不要收他们咯。我是 NB 大熊 Much Bear，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